真真的你，爱加上某人别离后，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梦了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都真的决定别离后，留底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大花儿，你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大花儿，你谢了。在这个随心教学分享系列里面，技巧一里面，我们曾经讲过发声的一击即中问题，唱出来的音色一定要一下过，不要犹豫，不要想太多，就不要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层面上面再讲解一下怎样可以再做得更加完美。我们可以这样去练的，我先做一次，然后到你做一次，这个 key 哆来咪发嗦，我先到你，我到你，到我到你。咦，听下去大家有可能会唱成有啲咩分別？有啲咩問題存在咧？個哦字聽到係唔應該有一個共鳴嘅發聲裏邊，即係唔好哦，懶係唱得好聽。其實我哋要唱出嚟呢個聲音，應該要用一個叫做白聲嘅一種方法去演繹，變咗哦，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唱歌咁樣，唔需要加插任何嘅共鳴或者自己嘅情感落去。这个发声才叫做是你的声带里面的一个特色和最真的，所以我们重复做一次，我先你不要加共鸣，到我到你，一击即中，到我到你，然后放落这歌里面你了，我了，一样。发声真系唔好介意，唔需要好听嘅，我哋只需要有一个音准同埋拍子，唱出嚟嘅声音先至能够实实在在，能够日后容易啲入麦嘅。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